que esté atormentando la vida de mi hermana María.接受耶稣进入我的心，他就给我一个权柄，就是这个新的生命会知道我们，我们在地球地上我们这个结束，我会在天上跟上游泳，这个新的生命，新的生命，而这个新的生命是从接受耶稣开始，所以我带你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，就是告诉耶稣，我愿意接受你。 进入我的心，做我生命的救主，耶稣就进入我的心，给你新的生命，好吗？所以你跟我做祷告，很简单，我祷告一句，你说一句，好不好？你听得懂中文吗？可以，可以。OK， 好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来到世界，寻找我。 为我舍命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你是我的救主，你是我的上帝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愿意接受你，我愿意接受你，我愿意打开我的心。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，接受耶稣，接受耶稣，做我的救主，我的生命的主，我照着你的话，你在他的里面赐给他一个新的生命。 代表教会啊，代表基督的身体，对，体面的人，阿门，阿门，这是一个公开的仪式，阿门，代表着与耶稣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、同升天，阿门，阿门，所以我们今天是在。
在上帝和众天使的面前，和众人的面前，我们共同问主耶和华。准备三个问题。好，你们要注意听哦，好吗？好。第一个问题，你愿意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吗？我愿意。Amen。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哈利路亚！耶稣都听见了啊！来，你第三个问题，你愿意一生一世跟众圣徒在基督里一起成长，直到进入荣耀里吗？我愿意。接下去往后仰，往后仰，往后仰，回啊！代表着与耶稣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、同升天。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所以我们今天是在上帝和众天使的面前。大特写哦！好，你们要注意听哦，好吗？愿意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吗？我愿意，阿门，我愿意。生一世跟随主耶稣做他爱的门徒吗？我愿意，我愿意，阿门，我愿意。阿门。阿门。你都听见了啊？阿门。阿门。你第三个问题，你愿意一生一世跟众圣徒在基督里一起成长，直到进入荣耀里吗？我愿意。好，蹲下去，往后仰。往后仰。